都有，就是它饱了嘛的感觉。
里看地图。我就靠了边边滑，靠了边边有东西可以看了。
嘿啊，教练在那边教跳跳，偷看他们的课，在跳跳，小转课，跳跳跳跳跳跳，呵。跳就是一种放松的方法，然后趁跳起来的时候转个方向。你说什么？坐骑上去啊？去那个？嗯？还是去左边那个？二七啊。右边是二七吗？对啊。好，那就去那个。对啊。就这样而已、啊。谢谢。你会一直下吗？不会啊，我想要哎、欸。我也要，那你想要，那你就一直下。你先好了。我先啊。嗯。我不会催你，我也在休息，我右脚很酸。好好。没有掉板就好。棒棒还在吧？
哦，棒棒也在，好，那就好。完全有，真的吗？完全都有看到。我头上没有撞好，然后怎么就还可以，还可以翻滚一圈呢。我一回头就看了，我一下下来就回头，一回头就看你，哎，速度很快哦，咻，然后就开始摔了。所以你刚刚是在问我说有没有录到、喔？对，他是因为我觉得很烦，就是我脚成片下去。那个很小，我放两倍，你人还是一样超小。真的、喔，但是大字型很好笑哎、欸。你的是大是朝上还是怎样？就是两脚是开的，而且我脚并不起来。因为你的板子啊。啊？因为板子吧。对啊，它是松开的、啊。没有，你那个下来，我那时候我就说哈哈哈哈哈。那我说，幸好你板子没有掉。哦。掉了的话，那才叫麻烦嘞、欸。你的雪迹上都是雪。因为我整个在翻滚啊！你看到我在翻滚吗？我看到你翻滚了、啊，你这个脚有朝上啊。我好像捡出来，哦，我就停了哎、欸。对啊，但是你是爬起来之后滑到一半才停的。对。不知道它是满的还是怎样？我猜是满的。我整个大翻滚。而且有啊，不是满，他刚刚可能碰到雪，一时觉得太冷。那还等等等等，有，他后面好像有一撮雪。啊，他可能是觉得太冷的啦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你看，撞到雪他就停了，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停不下来啊，而且最后是一个这样子的姿势，两脚快快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真的。哦，你的雪板分开了。我雪板是这样，两只披在上面，我不是呈现一个大字形趴在超三十八上吗？我是不懂啊，我是不懂你为什么下色。啊？好，我有回头。要帮我剪出来，帮我剪出来。不知道是，那可能小的跟蚂蚁一样。嘿啊 GoPro 的话那可能超小，我肉眼看到是看得很清楚。我也觉得幸好没有说吧。嘿啊，我一直那么懂，你到我现在雪地里面全部都死了里面吗？嗯，一点一点的。因为你双脚分叉、欸，
停下来擦一下雪镜好了。嗯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个怎么头埋进去啊？这个东西里面不知道上下，一头撞进雪里，那也不就变那个雪湖了吗？钻钻、哦、跳钻，嗯，我冲很快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突然变快，不像是你下的速度，就是不想刹不了车。你左脚跟右脚分道扬镳了，好有爱打滚。我是下到后来有点累，因为我都是那个弯腰的滑法，所以可能一直在滑大腿力气。好吧，对，哇，现在长了，哦，后面都是雪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在拍那个啊，不过我那个就是步上钻到的啦。现在是在教什么？偷看人家上课。哎、欸，来了，有个学生。进去了，动身不得，动弹不得，要把雪板捡出来。那我口罩也掉了，他妈！哎、欸，这有一小条很那个、欸，从哪里可以滑这条下来？非正规雪道吗？那、啊、算了，我拿中午的餐巾纸擦好了。我可以给你一点啊。我还有一些三四郎，中午的，我就是有三五郎的。我也是拿到三五郎的、啊，昨天拿了没用，我觉得。我也不会把它拿来擦干净的地方。这样子我害我的雪镜从钩子上掉，我就死定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是还勾着了，你抓好就是了。我现在不知道它是湿里面还是外面，因为我从这里看是整个是小。反正需要里面先擦总是对的，然后外围的边缘也都先擦一圈，先把里面擦干了再去拍外围。看起来是擦干了。好，很好。然后再带一下，有点重有吗？不知道。好像好了吧。怎么也觉得是干的。嗯哼，好了，好，擦外面，正上方外面拍一拍，左侧上面拍一拍。左侧上面外圈，有了有了，拍掉了。看来这个雾就是这样，上到某个高度起就是雾。今天的雾啊，连那个我们昨天看说。那个中央站的上面的绿色屋顶，老师都看得到。现在完全没有一次看得到的。哦，我也太雾。它的雾的高度还蛮低的。我的鼻子在里面吗？一半露出来，但是应该还好。这样。嗯。我都看得到。二分之一。口罩这里有一条冰，好像鼻涕哦，很好笑。会有热路吗？有啊，所以刚刚他是碰到一块雪，瞬间我认识了，然后就挂了。对啊，他的热被吸光了，哇，完蛋！好了，飞机搭上去。啊，我要走了。对啊，横昌不再玩一次。横昌自闭再一次，不用了啦。我下得不好。你想要下得好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打滚了。不要了，可能体力的问题也不一定。走走走也是花体力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要去飞机了。对，这时候去吗？我要照一下 Totoro， 我要照一下 Totoro。Totoro 是这一只吗？在旁边那只。
二七的旁边，二八那不是、欸，这个是交叉路吗？是在二八哦哦。那从百万人开始滑好了，现在好像百万人容易看一点，百万人应该也不错滑。所以要二八坐上去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那我进去，你要等我一下，不要急着去转，等我要拍照。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尖呢、啊？哎呀，应该是吧。好像有蓝天呢。有一块呢。要靠右，我也要拍照。血太高，乖乖乖乖，怎么了？软啊！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。之前没有那么高吧？现在都吐得到，很高呢，看得到。飞机啊！看得到。没那么低吧？一直盯着他看，因为他百万人，那不应该那么低吧？对啊，没有看到任何人在转。对啊，而且太阳出来了，百万人呢、啊，在往黑鸡的半路上再过来那边。今天都没有人，拍一张。那个那里还有霜雪，有没有看到？切去黑鸡的地，切去黑鸡的路上，欸、左边有圆圆的，圆圆的好几个，左边有好几个圆圆的，已经路过了。那边呢、啊？往黑鸡的路上，半途又切回来。嗯，往黑鸡缆车站切回来的地方。好，尾森林。嗯，休息。刚说要卡住，要脱鞋子也脱不掉，两只脚这样子，还好后来。想办法把两条摔头一起掉出来。嗯。摔了，摔了。对他们来说是鞋很不知道，但是他也是要来蹭一蹭。这也是摸。
弯腰摸，弯得好弯哦。隐形欸，从上面看的话看不到立可站，下面往上看才看得到。切过去的路的这边边，我刚刚就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回去就放，不是就放。我们那天是在月台买的，我到底把它放在哪里了？是在我的外套里吧？对啊。你是在柜台买还是月台？就在柜台买。我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就一个口袋都不敢开，总是要确认一件事。这只有一个喇叭，我们远离那个喇叭。这一直在我后脑袋插，好近啊！越来越远了。现在能见度终于提升到这个马背层面了。现在最鲜红的就是黑鸡，中间有个十字路口，你帮我左转。两个教练带着翻一大串，这样还是他们是穿衣服检定？啊，昨天算重点。这里有松松的往下跳，很高吧？我觉得下不去了，很想往下又不行往下，很高啊！算了，翻过去啊，翻过去就好了。翻过去中间有个高度。哇，你看都没有人往那边过哎，为什么？
意思。收回来。又看到什么？所以我刚刚真的有去滑到那一段，又可以又多了一条线。你看露出来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四点以后才会，五点才会晴天，天都黑了。那就要再滑一次吗？对啊，靠边边有一点粉可以蹭，再蹭一次。
走太多路啊，推推推。下一次很长自闭就要花一堆脚力。嘿咻。下一次什么意思？每下一次就要花一堆力气。
那个啊，我一直都说横沧最顶的那个。哦，你说不是横沧山顶？对，但是要是横沧山顶，你一看，觉得好像没什么好吃。我不知道卖什么汤，我只知道我有标而已啊。这个听说标是卖什么的？应该不会很有特色吧？不然明天吃铜花头好了。就去试一试了。哎呦！嘿，要急转弯去22。你为什么要在我后面？我走右边，你不就要走左边吗？但是这个进来，你就要坐左边啊。一定要坐左边吗？对啊，你都坐左边啊。我没有一定要坐哪边啊。因为那个是左转啊。对，可恶，原来是这件事。你说我可恶吗？你说我可恶吗？不就随便吗？这个会被车子追赶，所以我都是坐右边，我只要站在旁边去，车子就跑了。你没有发现吧？干嘛想干嘛？一定要，我都选右边了，你要挤我右边，而且好像从后面戳我的板子。你今天要走回去吗？走的。下面你要用走的吗？当然不要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你走的我看起来才滑嘞，走起来超滑的，实在不行。对啊，我们是一底的，一定很滑，然后阿呆，你那摔了一定更痛。叫你穿起来也不穿起来。不是啊，反正也可以穿吧。当然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那毕竟是车的路。就真的没有车，我就在你前面，他要撞你先撞我，我都已经在那边等你了。对。这个啦，早上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我想一下，可是你要说这边这样很笨啊。没有，这个进来要一开始就要有个速度，而且几乎往直线的冲才行。好了好了，
所以现在是要滑联络，然后联络去滑那一个，就是回家的路，浅浅的，回家回家这样。那个滑，滑到那个被拉上去，或是大平大平啊，对啊，大平一定要走那一段，没办法，好累哦。因为就我们看呢、啊，那个黑线下来的速度，我觉得是冲不了多远，冲不到大坪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哪里有黑线？早上试的黑，不是早上吃完午饭以后试的那个黑线嘛。嗯。哦。那一个平，到缆车站就差不多了。那个平原区里面唯一最陡的就是右边那个黑线了。哦、对啊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赶着回家，嗯，所以我们可以坐去三五郎的那一个缆车，然后走另外一条线下去，就是第一天的滑法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滑的，总之不用去，不用有推的比较短，不要去推大坪，大坪就太平了。跟我讲一句，推走就是先往三五郎走，就对。先往三五郎走，然后在三五郎上面的那个坡，往下滑，坐左边那个缆车。又变雾了，这里。刚那些人一呱叫，现在很像沙漠这种感觉。的线很平，很像沙哦。你看，风吹起来的。下雨了，好冷哦！我又好冷，坐着就好冷。啊，到了，到了。棒棒啊，棒棒！真的，现在就怎么爬起来了？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。直立的棒棒。早上我们没看到，搞不好回去看影片，早上它也还是差在哪。就是从昨天，我们有坐这吗？有啊，我们不就在这里等它开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从那边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要走这边。往左一看，一个黑棒放在地上。哼，打我屁股！哦吼吼，太松太松。
应该是来喽。这石头那不是石头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就不要。那个黑棒棒，这么缓的波做 S 练习也不好。全是大石头。就在我旁边就起飞了，在我前面飞，好像被我吓到一样。变这么雾，这段要补，明天再来补好了。对呀，右的，往前推推，往那左前方推推推，过去那个。你是上午来的，对对对，那个叫什么欠费？这一块平原地带，就是去哪边都要推，去右边也要推，去左边也要推，但是去大坪的，我觉得推太远。就其实理论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了，是吗？是啊，但是我们去三五郎那边的就滑别的也可以滑得好。弟兄左前方左前方，这片平原就是这样，都得走。
夹到去脚腿，这个会夹的。对啊，那个大仙是先撞到我，然后我要闪，小腿闪开。好了啦，接下来就可以再小推一点点下山坡，下山坡。哇，好帅啊！只要推5公尺就好了。对啊，小推一点点，前面就是三五郎那个坡了。那三五郎那个坡，然后咧？靠左滑有一个缆车可以坐。要坐缆车？对啊，可以拉高，接着就可以接到一个那个。接到一个雪道，搞不好那也是大坪，但是不用走那一段。雪现在大不大？啊？雪现在大不大？咔咔咔咔，而且都是咔咔咔声音嘞，不懂是树上下来的还是上面掉下来的，下冰哦。这是一球一球的，我在看裤子。我觉得是这里温度太低了，自己变成冰了。下雨吗？不知道啊。是下雪哎。雪的话会更轻啊，冰雪是啊，像我们之前啊，有在梅池那个预报说下雨，那山顶就是这样咔啦咔啦咔啦，就是只要躲到，我的有在录吗？有啊，躲到半山以上就没事啊，至少梅池也是这样。哎，又来到这个，你在怀疑他狗拉雪橇专用道，我觉得可以耶。要出去散步，他冬天就不散步。他的肉脚，他的肉掌，那肉脚，你在骂人吗？也骂他。他的肉脚会很冷。我喜欢偷摸他的手脚。哎、欸，这个有一点像。圆圆的，好，这一颗不如说像冰淇淋一球吧。好细的树枝，每个都这样撑这么多，真是。感觉都在发芽了哎、欸。是啊。太早了。先有个芽。好冷，我觉得三五郎这一侧啊是阴风雨，它的旁边常常都是雾。我还没看过三五郎旁边是蓝天的。下面超白，粉粉。对啊，所以你说要来吃的话，那他自己说的，到底是在哪里讲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看我现在回家要路过，那回家路过也对，那就最后一天来吃好了。
这里好粉哦，那边就是我们要坐的缆车站。是坐中央缆车，中央缆车站在这个雪道的正上面，正上方。我们滑下来之后有看到这个缆车，然后也知道左边有三五郎那个缆车，但是滑下来之后错过时机，所以只好去坐三五郎那个缆车。然后这个上去往右转，下去就会接回大坪，会碰到大坪的一个雪道，我忘了它叫什么。要不就是它是大坪，要不就是可以接去大坪。这样就可以回家了。对啊，这车是很慢，两轮缆车都是这个速度啊。好，那最后一天的午餐就是这个明雾。明雾11:45来吃。你说，我是说你不要推吃跑到，吃完这个后面还是需要坐缆车。你说超过12:30了、啊，需要呢？啊？需要呢？哪里需要？就是现在我们坐的这个，还是说那里就用大坪，硬是用滑的？你是说吃完就超过12:30了？怕啦。那就万一太旱，还需要一段缆车就不行，进不去。哦，真是个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他有没有那个？他有没有到处都可以买雪票？跟他买个2点。说这个缆车几点？就跟他讲说我要买几点了。笑死了。嗯，破板了吗？他？拿起一个板，好，下车右转，那个就是中央那一栋。你说那个东坡味？绿色的那一个，就东坡味那个。对对对，我们之前看到他老是对太阳晒到的那一个，有没有绿绿的？嗯，对啊。那下面是餐厅吗？还是另外一个缆车？还有一条接过来的路，33。我们是要走接过去的路。33我好像没接过。他根本没开啊。有开哦、喔。往下走哪里？我说右转，下车右转，就是这条路。为什么？接回去啊，回家的啊，还是你要滑一次这个，也可以啊。回家了，回家。哦，回家了啦。右转，右转，右转滑就会滑到。为什么不是翻过山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说为什么方向不大对？为什么在山后面啊？应该是这样问题。我也不知道。呵。
然后这里下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啊，我们第一天有路过的地方啊，我们推个半死经过一个湖，然后终于推出来的一个地方。这么累啊，又要下去推啊？没有啊，我们有路过，但是那时候都用推的，但是现在都是用滑的，不用推。再按开看看吧，太冷了，是不是？满的，要换吗？换我就缺一点。好呗。可以帮我换吗？换了。所以新的容量，新的要录的占用容量比较大。这卡不够用。应该说我们现在滑得很满，我们滑的时速很多。我们之前的话就是什么九点到三点，那都不会录满了。哦，因为现在是八点半就开了。对啊，现在的话就是那个。你还记得是哪一张吗？你现在差的是黑色第二个字有涂黑的那一张，那张是好的。我上次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？对对。弄不下来吗？不好抓。然后银色的这个可能是。我回去给他重播好了，他可能嫌写入速度不够快，还是怎样？这样 B 就是满的意思。我觉得是啊，我是之前没听过啊。开始啊。那插电呢？你刚刚不是把电拔掉了吗？是，我忘记。不过你刚刚插电，他也没有反应，他感觉电也是满的。有在录吗？有啊。你看我有秀电池的格数吗？有啊，几乎快满了。哦，实时检查它边充边录还是有差的。昨天是不是也看到？之前是不是也看到这一只？前面有够平的，我就直线算了，直线就没事啊。你那个这样，好不好看？回去看时速多少。
边是那边切过去的话，那边切过去基本上是错了，也是中央。走这边没错，再坐一次这个缆车，然后再坐一次这个，现在好像切不回 Sunrise， 不大确定。这就是 Sunrise 啊，左边就是了，下面就可以过了，可以从下面切，也可以从上面切。怎样？箱也是，所以我才说就回去了，就回去了。这样也不然没体力也享受不到啊。感谢他们。我昨天就这样撞了两次。撞。不小心。你的。你的。先有人挖出一条路。对啊，感谢他们。那就三条路滑过去就好了，你怎么拖？啊，是哦。哎呀。
你先骑。你这只脚啊，插进去了，你怎么抬得起来呢？好了，你，这样。我先用左脚。咦！我先自己先把左脚抬起来。好好好。我抬不起来呀、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帮你射冰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你抬得起来了。重心问题啊！我是抬不下去。嘿，你这样不会伤板子吗？你刚刚叫什么？你刚有叫一声吗？我以为你刚刚叫一声啊！我以为你惊叫一声。你的棒棒啊！啊？他有把那边铲掉，真是太好。那个也铲出来了，荡秋千啊，看一下这边。我昨天就有看到啊。之前没铲出来，哪可以滑啊？哦。自己的通路自己铲。是啊。-2.7度。我觉得我觉得对走
要怎么、啊、回来游一小时，应该要一点回到到。兼职教练吗？谁呀、啊？他们挂着晒的衣服，很像教练。我们学生是的。就是果然人变多了。我差礼拜五，礼拜五了。那礼拜六会是最多，礼拜五应该是看状况。为什么一坐过来是烟味啊？好浓的烟味啊！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吗？还是怎样？然后这个机器换气把烟味吸进来。好浓的烟味啊，还是有烟味。你知道几点出发的吗？我们是飞机在三点，现在几点？哎，假设吃那家无动的话，没有啊，没有一定要吃啊。不是，但是那家的时间比较好算，偏这一侧的回旅馆比较方便，偏黑机那一侧的回旅馆比较远，所以确实最后一天。三五然后哪一家都是好选择，对。以时间距离来讲的话，五栋比三五郎近，离旅馆近。很累啊！我这里很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整个东西啊？你的腿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里很痛，很痛。
我要先摆着，手套摆着。GoFo 上面有一些些雪，怕掉下来就放内侧一点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板块放在这边，然后一路摔到地上，这样就倒了。第六三回，谁啊？那是谁啊？我看不清楚。然后这边又是女子部，谁啊？看不清楚，关什么来着？